哇，这边应该是扭到了，没错，希望周涛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周涛现在腿里边还留存着这个手术之后的钢板，快拳金攻打佛，再打，左拳，右拳，打倒了，好，转过来，再打，左手。 还继续啊，这个还靠在手表边上，再打，这样就行了。如果再不掏出来，裁判会叫了。对，哦，哇，周涛憋了16个月的比赛，却用了2分钟左右的时间就终止了这16个月对于搏击的思念。